最熟悉的陌生人爸爸和我，因为我都早出晚归啊，然后我爸都在睡觉，我连我女儿是几班的我都搞不清楚。我跟姐姐都还蛮怕爸爸的，只要爸爸回来我们就会躲进房间。我爸爸连我的名字都写错。小孩跟你陌不陌生？算蛮陌生的。你觉得这样子好吗？跟小孩比较疏远。你回答好像一点悔过之心都没有。妈妈囧很大，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千万不要错过哦。